狼牙棒。不灭狼牙棒，平 A， 平 A 吃药，平 A， 平 A， 狼牙棒，平 A， 打不过溜了。哎，不灭，板凳。他没带点盐吧？没带点盐就好啊，我撇你。薅着来了，薅着交闪吧，可以，我就不交了。蒙多打着鳄鱼并不好打，这英雄。快跑！板凳，还有喷蜜，板凳，走位，走位，重抠，致命点盐，死了，双 buff 给我拿下！哇！耶、yeah！ 啊，鳄鱼，啊，鳄鱼，耶哈！哎，可以，老鳄鱼，无敌！赶紧退线啊！希望莉莉亚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完了！哎呦啊！快速回城！我天哪，这英雄太恐怖了，这简直恐怖！出门吧。没血 W 一直开，不是 W 一直开，是我们撇抠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给你个白符、来，别跑，来，别跑，别跑，往哪跑？别跑，跑鳄鱼。跑，往哪跑？往哪跑？还敢放技能？赶紧玩蒙多吧，再不玩就玩不着了，要改版了。我带个爆破吧，可以，拆波塔。我再来一层塔皮，哎呦，鳄鱼是吧？薅着是掉线了吗？薅着，小鹿怎么回事？小鹿怎么回事？走呗，哟！
画撇。哎，蒙多，看，鳄鱼回家了，回吧，我们赶紧退线。回家？不回家，我们有塔皮没吃到呢。干什么，鳄鱼？啊？哎，鳄鱼。鳄鱼，嘿，嘿，我们蒙多啊，撇这个小兵的话，会越撇血越多，就是你去撇最后一下，可以多给回四点血。呀哈！太大啊，别急啊，耶，耶，致命点炎，耶，耶，耶，给我换了，哎，讨厌。先来个什么呢？先来个日炎。日炎出白，出白甲，出完白甲出振奋，出完振奋出反甲，出完反甲出狂徒，出完狂徒出皮海，拿下。我们现在韧性也高，我点了韧性，是韧性，我点了韧性。蒙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给我下当了是不是？啊，原来是给我下当了，呀，呀，呀。咋的呀？嗯、啊？越越哈越越怎么的呢？鳄鱼，你有大招吗？你没有吧？我觉得蒙多的大招不太对劲。我觉得加强蒙多的最好方式是什么？就是一级直接就能回复100%的生命，但是冷却缩减，冷却时间非常的长，比如说160秒，这个样子。我有耗子，你有吗？啊？对，一级大招它只能有60%生命值回复，不厉害这玩意儿呢。人家给你挂个减伤，你就回20%来多。
先来个日炎，再来个皮海，再来个带翼月白甲，我们无敌了，出门。不是蒙多满级大招不就回100%生命吗？下一级是80%，下一级是100%，你就每关键他不是有重伤这种东西吗？鳄鱼，鳄鱼让我粘着死了，鳄鱼！那都根本那都晕不住人呢，鳄鱼散架了，看见我的印星没有啊？我是一印星。来人了，随便来，致命点烟，再见。你看这血才能回这么一点点，看见没有，他给我挂重伤，我都基本上都回不来有多少血。这点破血两下就死了，那蒙多自己放技能还掉血，其实没多用。我打个蓝 buff， 就我这么点血力力啊，那两个技能我就死。玩家多少钱？2100。那我欺负欺负这鳄鱼没问题吧？我们勾引一波啊，看看谁能上当，尤其是这鳄鱼，没准鳄鱼就上当了。金克斯死了，我去过中路一打三能打不？费点劲呢，好像。挂机，挂机是吧？挂机。小驴人是吧？小驴人。机器人是吧？还在这儿，还要勾我？这里有眼儿啊！机器人儿，啊？来蒙到这儿！嗯？嗯？怎么的？中路对狙来！送火箭，这不送火箭？呀哈！呀！呀！呀！死！那就杀 ADC， 多大点事儿啊！你不要以为你搁这唱歌，我就不杀你。哎呦，哎呦，没事，还好我印性比较高啊。
他有点盐的话，我们赶紧跑啊！可能有点盐，赶紧走啊！能打过这蛤蟆不？差不多。谢谢蓝炼汉粉丝的一个火箭，谢谢蓝炼汉粉丝的一个大火箭啊！谢谢谢谢，振奋呢？我这儿，我这蒙多那夜门里面装备怎么没振奋呢？不能啊！莉莉亚心态爆炸了，这现在这些小年轻啊，心态是真不行。这种心态爆炸，直接卖装备这种人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应该啥呢？你怎么的呀？哎呦我，你怎么的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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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？怎么的呀？怎么的呢？怎么的呢？哎呦，哎呦哈！就应该让他十天玩不了游戏，直接封 IP， 你知道吗？也不是英雄联盟这一个游戏，所有游戏全部封 IP， 我看你还挂不挂机？惩罚不到位，没有竞技精神。老鳄鱼。先一枪毙，那枪毙还是算了，没到那种地步呢。惩罚他，他不是不喜欢玩吗？那就不玩。把他春哥给他打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错了！啊！别！啊！你说我帮你们杀那莉莉亚，你们还杀我？你说你缺德不？你说你们缺不缺德？真缺德呀！真是。二级大招我们回85生命，哎，三级大招是不是回105呢？还是100？我给忘了，哎，投降了。下一把，给你们给一个赞。